花式安利春花宴挑战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安公主子固。我不信被我父王指派为和亲公主，送给大燕皇帝为妃。大婚的晚上，我因为害怕，便将母亲送我的刀藏于枕下。但皇上发现之后，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承诺他不会强迫我。他既是大燕的明君，也是我的人生导师。他了解我的恐惧与担忧，在慢慢相处的日子里，他的成熟与温柔让在异乡的我感受到了安全感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，是爱吗？也可能是尊重、信任和依赖。但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愿意用我20年的生命去换取他的康健。故事的最终，上优酷更多精彩。